怎么会有人挖洞给自己跳嘞？那是跟我结婚，你来讲啥？恭喜啊！我恭喜啊！我恭喜啊！对啊，向家拍名啊！拍名。做生意吼，伊甲去生意足少的，但是其实那是个早个赶快带你做侪钱的。哈哈哈哈哈！我笑下，我笑。你笑是什么？笑兄弟哦，屁股后头。输什么？你输什么？我们几个都要啊！开叫牌居然被围剿，陈哥你这老毛病还不改过来吗？你直接杀一个，我跟你讲，我很敏感，因为你听我说，最近鸡很红，对不对？是不是鸡眼？他那个节目鸡眼，我有鸡眼啊！鸡眼啊！没有，我就叫个鸡。不要，你不要讲，你相信我，你就是你这个。你上次怎么输的？上网又爆出了天才冲冲冲100秒过登场，天才冲冲冲。来，新单元下屏五四三，我们的节目怎么单元不是三二一就五四三？还有 A B C， 什么 A B C？ 狗西沙呀，因为这是台语的，狗西沙，狗西沙，我强烈的狗西沙了，对对对，五四三主要什么意思？我强烈七倍告了，七倍告。我听你一二三，到底五四三什么意思？五四三，五四三，五扯，五扯，五扯，讲些有的没的，有的没的，哦，五扯，有的没的，五四三，真的闽南语真的是蛮奥妙的，很多字哦，根本没想到有趣，对不对？你不见得真的好好学，但是听听会懂，听得懂，对，会吗？那你要问，就是不太确定到这里真正的意思，那你还是不懂，对。但刚刚这一轮下来，我懂了，懂了，我懂了，是不是？一直聊戏，五四三，来，这是我们陈志队，这是第一位，师妹，对于黄登飞，阿 Ken Ken， 来，我们这边肉头，蔡尚华，谢谢嘉宾 ，Mario， 干嘛？干嘛？他刚刚这样什么意思？他刚刚这样，你看他，小野猫吗？漏水了，他在干嘛？满脸都是，人家水会这样弄，为什么？我们这边有台语讲不好的吗？就我啊，我台语也不好，台语大概百分之十都不好，不好哎，我台语也不太好，你是我过同嘞，英文还可以，很好啊，普通通。我蔡尚华不是，我也要听，完了，哇，错还不错，还不错，来丢人嘞，来，我们陈正队先攻，几位，加油，好啦。哎呦，头过身就过 ，OK。两个都很厉害啊。那台语，哎，台语超强的，中文应该要讲吧。我刚才有两个趴哟，趴，两趴，两趴了，不是两趴，不是两趴哦，两趴。好，刚刚讲给你，厉害了，真会。来了，准备了啊。来，徐凯熙的台语不是很好了。太会讲，听不懂。来，不会加拼五四三，四分钟，加油。加油！哦，塞利是三个，嘿，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迄个夏威夷，嘿，还是过河，伊有一个过河，嘿，过户，过河，孙中山，孙中山，嘿，有千里一个，檀香山，嘿，有。来，过来啊！谢你哦，谢你，好能给你，嘿。你那是做兄弟，做兄弟，你要啥？五千，无，麻烦，五千，兄弟，细汉的，兄弟啦，中文哦，老大，手表比，老大，兄弟，爱短金，无，兄弟，一个感觉，短金，一个感觉，兄弟有啥物感觉了？嘿，兄弟有啥物感觉？迄啰，兄弟，互相闹鬼，难咯，兄弟在讲啥？还在讲啥？兄弟就是在讲啥？跨山，兄弟，跨小朋友，两个字，讲，讲较济，好不？那个天，兄弟，兄弟，是较紧的啦，谢你啦，后边两个字好啊，人也无正常，中文先啦。并过来一下，风发，哎，什么风发？意气风发。下一个，短音，哇塞，我叫借机会帮你去漏气，
兄弟要什么？兄弟要义气啊！兄弟要什么？要情，爱情，爱情，要义气呢！兄弟爱派，爱大声，爱有细汉呢，爱有情，爱有情，最重要是义气，爱听你，爱龙家后。最重要的，你这些，你刚才讲这些都是俗辣的。真正的真正的打短辈都不有这些，人家根本都很低调。那短辈在干嘛？短辈收钱呐。哦，哇，没看到。准备哦，这个厉害，我来。来 ，OK， 来，再来，再来。军中，军中，你哪里拍第三个的时阵，你哪里？第三日，你若是要小等的时阵，你爱弹什么物件？第三日，弹炮，手榴弹，弹炮，对，丢手榴弹，对，无唔对，弹，头两个你，若是今仔我结婚，你来讲啥？恭喜，恭喜，恭喜，对啊，对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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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喜帖，你信不信？啊，结婚，那有可能？跟你讲，邀请我，第一，出纳，出纳，出纳，会放落是因为什么关系？出纳会放落是什么关系？出纳放个后期啊，不是，是因为一个天气的关系。第一档啦，对，嘿，第二档是对的。第二个什么地炮哟？地炮啦，地炮。第二个地洞哦，洞是对的。对。什么洞炮？冒泡。什么洞弹？震呐。什么啊？震弹。哦，震。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你讲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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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一能三厘，金三厘，金三厘。那是讲，喂，陈哥，哎，手不要比，手不要比，加刀九头布，哎，爪，哦，个九头爪，哎，加刀九头爪，啊，爪，我爪，啊，我出九头，啊，我出九头，哎，一杯出啥？一杯出，你哪出九头？陈哥出布，陈哥爱出布啊，嘿嘿嘿，所以。哎，你讲出来，讲，你出加州啊，陈出布嘛，他讲了，对，对，对，然后嘞，过来，过来，陈出布，陈出布为什么？陈出布球，这样可以送，他很厉害，进来，进来，哪个第一啊？这应该是厉害的，你是单挑，这应该是一条最古以前的歌，最古以前歌，哪个记住？意思是讲。疫情发生的代志，只会使用想的，往事只能回味。厉害就厉害啊！你盖的，你盖的。后边两个字甲后边两个字是同款的，啊，后边两个字是奶哥，奶哥，一件，叫什么名？香，奶哥的香，一件，奶哥，奶哥，名字叫什么？他儿子。你们都听得懂词面在说什么吗？爹爹，爹的，细红型哎，红色的，细红型，细红，细红，只能扎起细红，细红型啊，细红型。我真听不懂你的台语。韩国，大修，不要，我正恩，白狼。秋香，请假，我怕他，我怕他中风了。冲！意思是讲，疫情发生的代志，只会使用想的，往事只能回味。厉害就厉害啊！你盖的，你盖的。后边两个字是同款的，啊，后边两个字是奶哥，一件，叫什么名？香，奶哥的香，一件，奶哥，咋了？他名字叫什么？他儿子？奶哥的囝，还叫什么名？头前个两个字到后边，洋洋得意，不是后边两个字傻傻，嘿对，嘿什么？洋洋傻傻，对啦，这个我算，我们现在算到下一次录影。
下一次你来，我们把这一题记到下一集啊。下礼拜啊，下礼拜。哎呀，好难哦，难哎，这次题目蛮难。兄弟那个是真的啊，兄弟要靠义气啊，就出来义气啊，层出不穷。兄弟之间要有什么？要有枪。有啊，要啊，要啊。爱武器。爱啦，要。哎，郑汉大很简单呢。郑汉大怎么讲？对啊。啊，我那是结婚的话，另外那是结婚的也讲什么？那么可怜。要修啊。对，会哦。向家拍名啊！拍名！哎，徐大帅呢？向家帅！你被骗婚了，你太迷信！向家歪醒呢？之类的，之类的。好，几分？五分。哇，太少了！来，差不多了。你是正蛋，攻守交换。很厉害。哦，你太赖哥跟上华啦，赖哥，这台语他不他不他不认得，不认得，但是依旧老乖，又会要用呀，要叫有，要有，要有啦，五分哦，真的不算什么啦，五分真的，嘉宾五四三的，四分钟准备，我们最强，开始。桂丽，两个字。你就嗨散走哎，啊一皮一皮，啊咖啡色的，啊坑 A B 色汤顶管。好厉害！台语台语台语。对。太会了吧？台语。哎，大吉。好。哎，这种吼，拢出现在迄个古早时代啊。哦。拢都看迄查某啊，我咧甲迄查某人欺负啦。郭小姐。不是啦，这拢是歹人，拢是查甫咧做诶，拢歹人看到查甫就是要甲伊停啦。诶，好，诶，对，诶，下啦，下啦，诶，干啥？诶，有一个歌星，咱台湾的吼，唱歌诶，嘿，啊，拢唱咧波比，唱咧波比。哦，郭采华。嘿，对，嘿，哎，对，然后两个字对啊。采华。啊，不过一年岁足大，啊，咱拢叫。都安怎叫伊？彩华姐，彩华姐，对，哦，彩华姐，彩对，因差不多就是安尼，你怎么？彩华姐，彩华姐，谢你，不要吵，不要吵，谢你，你这个人就怕诶，啊，你台人以后吼，你都讲袂差。杀人以后还说谎，花瓜哦，就破你安怎？花瓜破你安怎？杀人以后说谎，念经的花瓜，花瓜法官判。好 ，OK， 今天物件足好诶，我咧赖群里面，我想要买，我要讲啥？花瓜，啊，这我就不知道。加一，嘿嘿嘿，那个什么？被害。第二个字是你零下零九会安怎？罪。嘿。我加一等。哎，对对对对。罪。哦。对吧？哦。六个字。你伊是咧讲你住个所在，啊，拢甲人开讲。嘿。嘿，南北的朋友是啥？南北的朋友。南北的朋友是什么？嘿，啊，五系方向。就是有南有北，有嘿嘿，东西嘿，啊你是什么东西？哪个你？不要再夸了，哪个你？来你。第一个你跟第三个你是南北的朋友，南北的朋友。你说前两个字是东西吗？第一个你跟第四个字跟第四个哦，东南西北。不是，东。嘿，东什么什么西什么了？嘿，对，东什么？这好难哦，还是东什么什么西什么？哈，东哪个的？东墙。万古难西墙。东什么？东什么？东墙。啊，是被泡东泡。哎，真怕。来来来，东家长，西家短，不难呢。好来。三个字，蝶产奶贝，净产迄种产，对，啊，伊的卵是粉红啊色的，哦，胡少龙，对，啊，简单，哎，厉害，这个用迄个物件，足稀罕的，啊，你若是头前两个字是，你若是高粱伤过高粱安怎，套水，厉害哦，叫做啥？西式，哦，超级耐力对吧？啊，后边那个西式珍宝，金饰珍宝，哇，好久，谢你，哎，我谢你，大宝，谢，大师啊，一起结，请西，我是禽兽，对啊，一起结 CT 啦，谢，不要讲英文。加七啦，你直接讲，掉，哎，不理解。
不，德国是不是？不是啦，一届德国是莱茵河边啊，莱茵河边的城市。柏林啊，看，是柏林围墙，好，好，难解的马克，能 A D， 超能 A D， 都恭喜你，超能 A D， 朋友，你朋友的英文，安怎讲？朋友 ，friend， 就马克林，哦，布兰，你可能就是布兰克，法兰克，布兰克。弗兰克林，法兰克，那就德国的首都柏林的第二大城市，就是法兰克。你说有办车展的啦？你我发现你讲的非常的这个生活化，不出来。还不错哦，那个洛彤真的蛮强的。我没有战胜对手，太棒了，真厉害。来，厉害，来，综合各种交换。五比五哦，这组合不错，这组合不错。很参与太好，参与太好会听不懂，可以讲简单一点。不会了，不会了，对啦，生活也好弄，对，生活一点，简单的台语，对，简单的台语。我们得，我们得了，讲的还是要直接啦，要直接。对，哎，对，我要直接，拐太远就不行了。来，准备哦，嘉宾53，四分钟。接力，接力，三个字，一起接，爹爹。甜的，细红型诶，红色的，细红型，细红，细红，西南扎喜，细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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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听不懂你的台语，细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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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细红，我发台，细红，他台语很好嘞，我以为是一种感冒药，你知道吗？黑红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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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了有，准备，时间，四方形甜的，后边的，左边比，韩国，韩国，代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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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左边，欧正恩。欧巴，欧巴，欧巴，电子，电子，然后你，江南，江南，对，等一下，你是奈，你奈，卖瓜，卖皮，卖，哎，阿皮，卖阿皮，白狼，白狼，秋香，秋香，你是秦家，哇，真的，我怕他中风了，被你用了，弟弟，上下，上下，骑马吗？上骑马，对，上骑马，哇，快点，快点，快点，太久了啦，谢你。两个查甫的歌手做伙合唱的一首歌曲，嗨，左右为难，夜郎的名，其中一个有英文的，有英文，其中个有英文，查甫 ，B B B B， 势在必行，势在必行，哇，厉害，好厉害，哎，又过来，又有公苗，谢谢你，对啊，哎，是讲做生意吼，伊家去算你足少的，但是。其实嘛是各早各赶快带你做侪钱的，哈哈哈哈哈！谢谢你，你要买物件给你，买物件给你，三家不吃亏。哎，你是讲你赚着啊？但是其实无，头家也是赚钱。来这五千个，头一个你是一个十二个，我笑啥？我笑，你笑笑是什么？笑笑低啊！笑，你低啊！你低啊！我谁啊？我笑，气鼓后头。你输什么？你输什么？我们输要啊！气鼓后头，你输了呗。羊，都卖狗肉。不是，羊是头一字啦。第一个字羊。羊。买物件，但因为你是讲你有赚到，但是你无啦。羊，完蛋了。怕死怕死，没办法，这孩子怕死怕死，羊毛出在羊身上啦。我觉得他们太麻了，没关系。好怕，我来来来，哦，这就是吼，迄啰，你讲吼，古早时代吼，迄啰，坐标比，迄啰，关公四个字，谢你，关公吼，伊这样做人安怎？关云长做人安怎？四个字，正气，嘿，这是一个生意哦。生意，生意很好，生意很好，生意很好。辛苦，啊，你若拢无困吼，你辛苦什么物件会歹去？黑眼圈。你若拢无困，你安那？眼睛歹去，目睭歹去，目睭歹去，是你拢。
拢无困，你拢一直一直卡着。啊，你若中毒，辛苦用什么来解毒？中毒是什么啊？用什么物件解毒？电话？不是啦，不是啦，那个。要哎，什么？器官呐、啊，器官，迄落啦，心脏、下骹、胃，心脏、下骹、胃，监管呐，捐精子，好舒服哦，好舒服，这边只有我捐过精子，我捐过，哥，好惬意哦。拜拜，你有跟我没有、啊？来，大哥，你怎么讲一下？大哥，当下是什么感觉？跟你讲一下，他刚刚像说他有捐过精子，我有跟我。就是吼，诶，迄落你讲吼，古早时代吼，迄落手表比，迄落关公四个字，谢你，诶，关公吼，伊这样做人安怎？关公怎样？关云长做人安怎？四个字，正气，嘿，这是一个生意，生意哦。生意很好。啊，你若拢无困吼，你身躯啥物物件会歹去？黑眼圈。你若拢无困，你安那？黑眼圈，歹去，白睭，白睭，歹去。你拢无困，你拢一直。卡着。啊，你若中毒，身躯用啥物来解毒？中毒是什么？用啥物物件解毒？电话。不是啦，要哎，什么？器官呐、啊，器官，迄落啦，心脏、下骹、胃，心脏、下骹、胃，胃顶管呐，胃顶管，大肠、胃顶管、大肠，有咩无在后面？大肠，我有一个广告好无？迄落有啥物啥物好？我有一个广告好无？刚刚好，第二个是迄落干掉啦，刚刚好，后边就是这是一个生意啦吼，生意，刚讲，快变啊掉啦掉，快唔是啦，快变啊，单掉啊啦，单掉啊，第二个就刚讲香蕉呗，第二个是干掉还是单啦？第二个是干掉，关公有无？耶，做给你的，黑啦。你想不到关公是这个，那太想不到，说关公这个人，忠肝义胆，没有，刚正不阿太多了，肝胆有太多，正气凛然，关公太多了，没有了，你先把肝胆相照这两个字拉出来，先拉出来，以后再把它分再来讲究了，对啊，心脏也看不到位，够大的，够大的。向来去要胆呐，向来，迄种上无重要的。我今仔就岗位，讲一个一粒细细的足苦的，哦，细细的哦，这粒足苦，这粒足苦。直接一上来就第二粒，那是好的，你是猜是的，你是都有。哎呦，对。你前面讲关文亮，这太晚了，现在才讲太晚了。来，打了几针？三针。太难了，八比我们随便都赢了，四分就赢了，我们不要讲太满，不要讲太满，动手交换，一个已经输的比赛就觉得整个人都没有，不一定，不一定，一烂还有一烂烂，加苹果西沙，四分钟准备，三二一，三个字，别香港，是香港，铜锣湾，我大款，对，好，对。第一为泡茶跟暗时拢足侪足侪代志啊，去饮下午茶，去多彩多姿。对，好笑。我跟你讲，多姿多姿的。哎呦，好简单。Bigo 的查某的演员。六个字。伊足红的，伊的嘴足高的。走吧，后面。耶，安息布莱德皮特。哦，太简单了，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五个一，五个字，五个一，五个字，这是一个电影的名，电影的名。啊，头先伊讲迄是迄个布莱德比特，他伊是做主角。哎，我爱演。布莱德比特是一起主角，一起主角。我讲，咱讲咱卡吼，迄落卡花卡头夫，咪卡头夫，迄卡卡迄落卡卡卡踝，卡是安那啦，脚踝呀，迄脚踝，这字哦，写着是被写着，哦，我知道，木马屠城记，哇，好厉害，这个是阿七。阿 Q， 你冷静，射到故事就是这个字母嘛？啊，第二个字加第四个字，二跟四，嘿，跳彩乌云龙，也是云龙，跳彩乌云龙。在讲啥？在讲两个字 ，CD，CD， 第二个字，小姐的 CD， 第二个字加第四个字是 CD， 嘿，什么 C 什么 D， 总共几个字？第一个字我刚刚讲，第一个字是。什么地？什么地？三降离，三减二，对，三降离，一西什么地？嘿嘿嘿，一西什么地？嘿，一西西，哇，一两地，一西二地，毛毛地两地两，一西什么地呢？我觉得一西之地，对，哎，一西之地，嘿，很棒，很棒，很棒，来。这个字，就阿兵哥被爬过来啊！哇，这个字，哇，请勿，成语很多，阿兵哥，就是阿兵哥爬过来，被爬过来。开始，头一个字，这个凶犯是啥物？对，大军，大军将，大军来迎，大军逼近，大军。你看到？第三你是你。手放后面。到底呀？哇，你不要演。我没。不要演。我没搞你。卡等你，卡等你，妹。大军。卡等。好，那你是不是大军？对呀，对。大军压境。时代时阵，伊是一个义产，啊，因朋友叫人姑，义姐，简单啦，太简单了。第二个第三个是一个艺人，伊的女朋友是阿喜，阿吴尊，叫吴尊长。哦哟，哇，太厉害了！啊，谢你，嘿，咱讲吼，哎，伫阿拉斯加吼，想这啥物？台湾，想这动物啥物？海豹，海豚，咩啦？阿拉斯加，鲑鱼，咩啦？鲑鱼，没有，阿拉斯加，白鹭是什么意思？不是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有白鹭是北极熊，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亚瓦狗，麦一点狗，好，来，嘿。嘿，四只脚会站起来。北极熊，哎哎，北头一只是第三只，第三只是北哦，北第三只是北，北极熊第三个字是什么？北极熊，北那边熊，我一个北极熊是。北极熊，啊，我是讲第三的，你讲北极熊啊，北极熊已经三个弄掉了，是啊，熊哦，好累哦！说真的，你们听不懂比较简单，太简单，有哎，太简单了，你们还要聊天机？这平常讲，
这个就是我们题目简单一点。我们题目简单，对不对？廖天廖天丁就好讲，都很好讲啊。像那什么什么木马屠城记啦，还有那安杰丽娜朱莉，太简单了。布莱德比特那个也要电影看的，我们电影要看的够多涉猎的，整个我的整个电脑打开，啪啪啪啪啪。像你看看，你要你考张文琪，刚我讲箭射到脚踝，脚踝我就知道叫什么。那个阿基阿基里阿基里斯件，我不知道，问他阿基里斯件什么？阿基里斯件就是他那个运动手套，还有高莫可林的那个。哦，对了，阿基是用手肘，用脚，运动员，运动员，铁丝玉玲珑，铁丝谁？那提谁的？铁丝玉玲珑，跳塞啊，踢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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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输了，跳塞，踢塞。我们是 OK， 我们有答十题哦，没有，没到十题了，八题了，高了，高了，哎，好棒，一题答，题目简单，题目简单，啊，13-8，恭喜奶奶队获胜，3-8，3-8，我们休息下去疗伤好了，好不好？好，带回到天台，冲冲冲！来，金大元，一较高下，摸摸。好了，这个真的是要看自己的理解能力了。对，要推敲啊，推敲啊，是有逻辑的。我想说逻辑东西啊，真的不容易，有诀窍的。有些逻辑就是很差。例如来科，不怕得罪。我其实啊，我是大智若愚。如果说我今天一来，其实节目都猜到，我跟朱主任也熟，你觉得我难道都不知道？我一定知道，我在猜。如果说很快就答对，有什么意思呢？没有效果，对不对？节目就完了，都休假完了，对。然后你跟他约吃饭，然后你提早30分钟到当傻瓜，当傻瓜，好甜，哇，好甜心哎。担心你，早到30分钟了，提早还早，提早还好，晚到还买单。对啊，我们顾及大家。对啊，你要宣传的朋友跑不出力。来，加油！是，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叉又是新奇，是这是拉拉的这是介绍给你们。叉又是新奇，是的，是的。这个叉是随便自己填，对吧？对，填自己填。哦，然后看你自己想心情是怎么样，就填哪一个字。哦，哎，爽。里面男主角是范少勋啊，另外一个男主角是马哥，不是你，马哥也在，就讲。哦，就讲你就好。对啊，他们又没有来，没来。再让我重讲一次，再让我重讲一次。啊，男主角有这个李李仁，温升豪，没有，他们都有演啊。但最重要是马哥，因为马哥有来。对。还有少勋啊等等的啊。怎么没有你啊？怎么没有？我是导演。导演。林伟恒。林伟恒。对对对。阿Ken林伟恒，我是导演，不是导演，是还有曾婉婷啊，曾婉婷啊都有啊，很多啊，对啊，还赵哥啊，对丫头，丫头，哇塞，这是这种卡什么样的戏？它是一个职场的轻喜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职场上面人的喜怒哀乐，有一些心酸的地方，我们也希望能够带出来。还有他们要面临现实的地方，像马哥的角色，其实就面临到了中年，累了，对，你看，对对对，枯萎了，腰酸，中年有一点这个可能在职业上面，在职位上面被人家要牺牲掉，就是面临中年失业的一个感受。对，他是电影的，没有没有没有，他是影集，影集啊。我们一个礼拜会推出4集，我们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所以说半个小时，所以等于是有两个小时，一个礼拜有两个小时，会在 OTT 平台上面，现在在 My Video 啊、MOD 啊、Hami Video 啊，以及这个爱奇艺，通通每个平台都有，铺天盖地的，铺天盖地。这个已经讲过，这是我讲的，好，这是你讲的，讲到我这边跟傻蛋一样。中年失业很适合，不好意思，你可以，你可以讲啊，我都已经追踪官方，随便随便了，随便了，你别气，别生气啊！而且刚刚在旁边录蕊的就是说，那个马哥就是负责讲平台，然后才给那个是不是哥讲，给那个分配好了，然后。对不起，导演，因为我又导又演，还干嘛抢人家的？不是不是，因为我希望他多感受一点中年失业的感觉，对，把他
的话都讲掉，这是真的，就中年失语了。中年失语了，嗯，对，大家是每个礼拜，这是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天晚上九点钟，晚上八点钟在电视上，九点钟是在是所有省级杯的串流平台上面，好啊，推出新的10月6号，好吧，对，谢谢，好，多多支持。又是晋级，谢谢。好，今天我们是有惩罚的啊！哎呦，惩罚叫什么呢？拍案叫绝哈！就是我们有这个，我还要把砸派，又是砸派赛的，砸派的道具，很好玩，好玩，是被玩断的，这次又有的，好玩呢。对啊，算是被玩断，你少数给他们玩，都玩到断掉，不用担心，这么刺激，预算够，预算够，好不好？来，好吧，来，就位。好啦，今天这样子会像势均力敌吗？有吗？有吗？我们都是高手如云了。对对对对，如云我们有陈哥哎，陈哥一个杀你们全部。这个单元是比逻辑，不是比这个单元还好。真的吗？他中文造诣这么高哎。他上次那个派被打两个，很保守，太谨慎，他都死不杀，他以为这可以卖杀。哈哈哈哈，我负责杀，谁说可以卖仙的？你都不杀。杀都不杀，我负责杀，好不好？来，猜拳，我们俩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哎，你呢？我们叫吧，我们先叫，我们先叫，剪刀来。一乌鱼的一，一有没有？当然有。哎，这是前面都是都简单的啦，而且叫的不错，假亏假亏，叫的不错，全都在这一队，直接讲了。这么厉害，这一队了，好不好？三个，来。来，好，我们没有啊，谢谢你，哇，完蛋了你们，乌有没有？啊，叫的好，都在这一队哦。哎，制作单位都安排好，安排好了，知道这边要分配，知道一定会叫一乌一，两个，好不好？这边什么 A 不 A， 你们制作单位好贴心哦。来，师妹，要不要鱼的叫？好，那个鱼叫鱼。一有没有？没有。哎，没有。啊！中中来了。我们你觉得叫四声怎么样？好，四声，四声配乌啊，四声，四声，啊，四声有没有？刚好叫到自己。这一次我跟你讲，绝对是快很准的啊！快了，我们两个自己的。对，没错。没关系，没关系。还好，一个也不要太快哈，找到的话我要等人家吃饭啊。不要太快，不要太快。尾音也黄登辉也叫声部好了，声部女生哪一个？我们就叫一个一声一声一声玄命，怎样？一声一世啊，不行啊！当然了，确定吗？一声有没有？当然有，都在这边。不会是？都在哪边？都在哪边？非常多，非常多，叫的最好啊！天哪！没有啦，他就出来的啦。两个应该好抓了，这边也有吧？有啦，我们快出来了。你们快出来，不会不会，我们有。来，哎，这边是很好抓的了，看到没有？掉到天国了。你叫啊叫，一乌一都两个了。叫你们不敢叫，会不会是那个呼呼呼呼吗？来啊来啊，可以啊，有可能。可以啊，欢呼。叫个下面，叫下面，让他们下面跑出来。下面跑出来，下面跑出来，磕啊，磕的。如果刚好是呼呼，就刚好中啦，欢呼也中啊。可以啊，可以啊，你们叫喝，叫喝，我觉得可以叫喝，叫喝啊。危险。哎，真的哎，喝没办法，你喝没办法，那就叫可以有喝呀，喝就这样喝，有没有？喝吗？喝啊，喝水的，喝酒的喝。好会分析。呼吗？我没有私心哦，绝对没有。我知道你有骗我这边的，你骗我这一边的，他就骗你。你不要了，你不要了，有了，怎么呼？只有一个吗？呼，只有一个，不要急，只有一个啊，不要急，来，怎么办？猜不出来怎么叫？三哥，该我们了，该你们，该我们了，我觉得可以叫安呢。安呐，因为看你啦，应该不会弄到我们的。这样，安呐，因为我觉得他不是欢呼，我都他们应该就那就不是欢呼了。安，我觉得可以叫安。安安有没有？有戏，有谁？谁在哪边？他们又跳到我们自己啊？跳到我们自己，出来了，怎么出来了？来，上环就抓不到了。是我吗？那边也有，那边也有，那边也有。因为我想到这边应该可以拼。那边，就他了吧？兰兰那边啊，现在还来了，还早啦，还早啦，来，阿里欧，阿呢？阿叫一个阿嘞，阿里那个阿
对不对？阿里斯剑的阿，阿基里斯剑阿阿，有没有？当然有，而且有一张，哇，好强哦，谁分你的？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有了吗？有了吗？你们的。是什么什么花？苦花，对，而且是一些，不要急，不要急，想清楚，来，该怎么叫？我觉得我们要往上叫，往上。我们因为我们锁定蓝蓝，又没有声部，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声。对啊，对啊。所以我们要叫声蓝，叫你们要叫二声蓝。声部要叫。对，在你前叫。三声，好，三声。猪。三声。花。有没有？有，叫得好。来，不会，而且往那边走。点。都在这里，那是三声。什么什么？对啊，眼。这个太重要了，这个。哦，眼，眼，什么什么眼？来，该你们叫。换我们了，换我们了。这是珠花，分析一下，头戴珠花的那个珠花。珠花是做蛋糕的珠花。珠花这个只有很困难，会很快吗？珠，那我们叫一个枝看看。怎么说三声的话就枝啊？深浅。就是珠花啊，会不会珠花？可是的确是，如果下面没有东西的话，其实上面的东西都是拼不起来。就是珠花啦，枝，那我们叫一个枝好了。来，珠花，珠花，珠枝，两张，两张，那边有，那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干嘛？干嘛？不要过来！是我真的吗？哎，不用紧张，不是的，不用紧张啦。花不要我们这里，太多了，这里出事了。还好，刚刚说什么花？珠花？没有，不好意思，是你们，而是我们是两边吃啊。他们线索太少啊！哎，我给你们一点建议，我觉得有可能什么是优点，或是什么鹰眼，或是什么，因为他可以接。对，我们优点，我觉得优点。我想要走上优点，感觉可以。那我们都优点啊，优点可以吧？优点，真的蛮像。对啊，欧啊，优优啊，可以的，我们可以可以的，可以可以叫的，因为我们叫的。然后如果他们有的，你们就直接直接打。好，来叫什么？的的有没有？优点。标准答案当然有啊，有了，直接杀了，假的啦，可以杀，太厉害，我爸是在那，太会叫了，啊不是啊，不是啊，啊，优点呢？怎么低？可以啊，怎么低？来，没关系，可以低。他的那个吃跟安都没出来，会不会是窗花？窗花，窗花，所以要叫还是要杀？台，我支持你。那我再活下。杀，想杀是不是？可以杀吗？可以啊。叫个吃吧，他们有可能会出来。冲冲冲！来，他的那个吃跟安都没出来，会不会是窗花？窗花，窗花。所以要叫还是要杀？台，我支持你。那我再活下。杀吗？想杀是不是？可以杀吗？可以啊。还是叫个吃吧，他们有可能会出来。好，叫先叫，叫吃好，叫吃是叫吃。来，先叫吃看看嘛。对，来吃有没有？啊，吃卷舌的，卷舌的有吗？真的厉害，要好好好会叫，好会叫哦！哎呀，穿花，穿花，哎呀，哎，你先根本就可以杀，不是春花，春花，那是粗花，那是粗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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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昨天张文琪看我们吗？粗花。陈哥，陈哥，陈哥，我跟你讲，你快死了，你直接杀一个。我跟你讲，我很敏感，因为鹰眼，你有听我说，最近鸡很红，对不对？是不是鸡眼？真的，真的，你相信我，你相信我一把。鸡眼，直接杀，真的。好杀。我觉得是鸡眼，真的，因为鸡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鸡眼？不要再用鸡眼。为什么最近鸡眼红？因为鸡最近比较敏感啊。什么意思？鸡敏感吗？鸡现在鸡很敏感啊。敏感。我就把鸡接上，因为我绝对不会说鹰眼，鹰眼太难了。鹰眼丢了，对，鹰眼鸡眼，鸡眼普遍，他那个节目鸡眼，怎么有鸡眼呢？鸡眼啊，没有，我就叫个鸡。不要，你不要叫，你相信我，你就不要去了。你上次，你上次怎么死的？他就要，你相信我，你信他，不是失败经验。不是为什么最近鸡眼红？因为鸡很红。鸡为什么鸡很红？鸡是鸡很红啊。鸡眼会当鸡，因为我最近开蛮多。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在想什么可以拼，我就想说，哎，鸡。我还是没听懂，最近鸡很红。为什么鸡很红？因为你的哦，你要那个鸡音很红。鸡的音啊。鸡的，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不是鸡眼，我已经想不到别的。他会出鸡眼。优点啊。好，明天就叫吧。来，鸡眼杀到没有？啊。
还是要听凯。有啊！哇塞，还好，还好你有听话，还好。真的，好厉害！我可以演吗？我可以当遗言吗？遗言，来，给他们。窗花，别杀他们。杀他们，窗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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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他们。哇，好好冷。窗花很冷啊，你们不可能，不可能是窗花啦。因为我在想说，跟那个又是星星有没有可能是有连有关系的？所以谁要杀的？窗花，窗花，窗花杀到没有？杀的。看题目我就想，哇，窗花很难，窗花这个很少会想到那个。可是我们出来这么多，出来太多了，张文琪也不知道窗花了，我也不知道，张文琪一点不知道窗花，太难。好了，来来，现在平手了啊，来该你们叫。我觉得是铆钉啊，我觉得他们也可能老些啊。反正我们现在都先杀再说。你觉得不行杀啦，先喊呐。我觉得都还没叫到。你喊太少，听我听我说，因为第一下面接的只能钉凹凹凹耶，不能不会有标钉。直接杀哎！我也觉得对啊，打直接杀哎！直接杀，来啊来啊来啊！钉来啊！还是我叫吗？哎，我觉得我们保险是叫吗？你叫完我再杀。叫吗？我再杀呀！我们到底要不要杀？等下我先看一下吗？有没有？怕时间太短，可以啦，应该可以，因为不用担心。叫吗？可以啦，保险一下。吗？有没有？当然有。铆钉嘛，对面铆钉，铆钉哎，谁会出铆钉？因为张文琪是要把铆钉练成柳钉啊，柳钉。哎哎，不好意思啊，是谁？对啦，不好意思啊，对了对了对了，双杀哎，我丢丢，来跟你们叫，我们吗？你没完了，像吗？安好没有？空的，空哎。铆钉厉害，不然铆是安会叫我们自己吗？不要了，安不用叫了，窗花，对不对？可是他们那里还没两个，什么都没有啊。不会不会，还有第二个。不然叫一个，猜不到。叫一个好难哦，而且先叫安好了啦，因为他们如果真的是被你们可以配，已经叫过了。你们可以配安吗？有机会吗？没有。你们叫好了，叫一个安。安安有没有？没有，就是窗花的昂昂昂有叫叫啦，窗花叫到昂，他们的什么都没有。来，该你们杀，杀又要杀了，杀很好，中了啦。来杀什么？铆钉，铆钉，铆钉，有没有可能是丢呢？母丢，哎，母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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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今天母丢啊？还有铆钉杀到没有？杀到。柳二一，侯柳一，那个也没有。有时候题目也是啊，刚好配到这个，他对，他能配的字不多。对对，刚好叫得。来，两位到后面。可恶，完了，可恶。对了对了，真的很空哎。夹夹夹杀了。我想叫 A， 可是没有，你叫 A 的话，没那那边也。没没没，试试看试试看。可是你大家先把它搞出来啊！我想要知道它的那下面是不是内讧。泉州，因为枝下面能配的还有什么？那也可能只是吃而已，哦，也可能。好，那好看起来，乐意的。到底怎么样？我想叫 A 看看 ，A 有没有？有，有吗？好会分析。这个 A， 哎，因为我的字就不能配啦。不好意思，你们的出来一个了。哎 ，A 灰灰，哎。因为它那个枝下面能配的啊，只剩下 I 了，还有那个 I 跟，因为它是二声，轴，可是轴没有什么，会不会是侧轴？侧轴太难了，四声，四声，四声什么轴或窄嘛？我刚想是老窄的另外一个声就出来了，那我们要不要叫个 I 吗？我看一下，好啊，那我们应该配不到，好，好，那我们叫 I， 等等等等，枝，等一下 ，I 你可以，没有，我们 I 配不到。我们配不配不到，我们配不到，应该不会吧？好，好，哎哎，有没有？没有，那不是窄，没有，没有，没有。哎呀，啊，你说哦哦，是不是？欧，欧洲，可是我们也可以配。来，欧洲的欧有没有？有，欧我们也好会叫，那就是啊，我，我们吗？不是，对呀，我们很难配，对，都是你们，还有我们自己。什么？他们也有，他们也有，太好了，简单照的好。天哪！来，该你们叫。哦，杀他们。奏。哦，奏折。哦啊啊！哎，没有啊，奏折的话，奏。还有二声呢，二声还没喊出来。奏有卷舌啊？有卷没卷吧？
奏折，奏折有啊，奏折没卷舌，没卷舌，折有卷舌啊，折有没有卷，折有卷舌啊，没有卷，还跟我们今天杀了那么多张，对啊，对啊，我们还那么多，好啊，折，不然的话我们快出来了。他们先，奏折，是不是？啊，没有，不对，奏折，奏章的那个奏折。哦，上奏折。对，启禀皇上，皇上的奏折。哎，他变得不会讲。那如果是奏折的话，有可能他那个之没有出来，所以会之奏那个之没喊掉嘛，所以是奏折。启禀皇上那个。对，然后我们二声也二声部也没喊掉，所以奏折有。因为那个之已经在那里了，一定是那个之。奏折，奏折。我们如果先杀他，那奏章也不能。没有，没有，因为是没有，你又被杀掉了。奏折杀了没有？安没有。准答奏折，好厉害哦！对，好强哦！厉害厉害！因为周刊，周刊，我是什么？歌都没有啊！什么啊？就是很难。歌雷公。哎，不是啊，雷公没有，公有了，雷根，还有公啊，乌都叫掉了，雷根，好的，雷根总统，雷根哦，雷根很难的，雷根是我们周刊的雷根，周刊呢，好不好？那周刊很好叫啊，科也没叫，好了，我们 round one， 恭喜我们陈春队获胜，耶，来，先杀就对了。奏折是奏，不要急啊！奏，帮助。第二，1-0，把握这尊词要领啊！好，继续杀，加油了！哦，现在输家先叫，请叫牌。奶童，那个三声，三声有没有？三声当然有，来喽！再多还好，可以啊！哎，只有一张哎。啊。不要四声换一物语叫一下，好啊，林楠一物语一选一个一物语的一有没有一啊的一当然有三个来我看看哦，好多这里一个还有这边啊两个都给你一来喽，看我们换，我们直接把声部，因为有一个超多的，你叫那个超多的哪？你觉得是哪一个？没有啊，声部哦，声部，声有什么？现在剩下三声，一声跟二声，一跟二，有一个会很多，一定会超多，一声，刚刚上一把是一声，一声一定很少，玄敏，一声一次很多的，今天的超级大王牌就这张，钟爱一声哎。真哦，来，剩下的都是你的。哦哟，你那边是一哦，一都有，一声是最大的。没有，剩下没有三声。哎，OK， 不小心都出来了。剩下就是都有了。马里奥，泰马，乌，一乌鱼的乌，乌乌，有，没有？很多乌，很多乌啊。是今天的第二张大牌，五很多哦，又是这里，超第二张大牌，五，好，五，红鞋女孩，等等我，红鞋女孩，等等我，来，这首歌没有版权，会被罚钱，被一直唱。来，这里有两个呜呜。我觉得照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很快就解决。他们来了，完蛋了，掉好了。换，来一个，来十枚。你有想法吗？十天。八，八，的还是？八八鸡的八，八八有没有？八八鸡的八。对。五啊，有哎。怎么编？二冰啊，冰，好厉害哦！换奶童冰，
二声一声鹅逼，他那是一声不要标，哪个啊？怎么样？中间这两个是憋吧？这两个家伙怎样？可能欢呼或疏忽，欢呼欢呼欢呼，要不要叫他湿或喝他？对。姑姑叔叔。对啊，呼呼也可以啊。刚刚呼呼也喷出来。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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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你叫喝，喝，喝，喝水的喝，有没有？该在那。喝水的喝，有吗？有吗？有。就是你们，奶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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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林，陈林，一张，欢呼，一张，哎。我就跟你讲，他不肯出题，他们不会这样子的，会对不对？那不会，不会连续的。我有个想法，但我觉得有点冷门啦，因为我觉得说出来，袁冰或袁彪，袁冰吗？哎，因为鱼还没有出来，有可能对啊，鱼还没有啊，我们叫鱼，鱼叫这样，我们中间都叫鱼好不好？鱼不会走，鱼不会走，鱼我觉得可以，一乌鱼的鱼有没有？没有，喷鹅鱼儿水中游，有鱼。有两只，两只鱼，直接游我们这里耶！而且你们很厉害耶！就袁冰呢？完了，对啊，为什么会动了？有可能吧？袁冰或袁彪？笑起来，凯西好会分析哦！那应该是袁冰表，这样我是错的。Mario， 安，你们叫安，安，安他们，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安有没有？安全的安，有不安全喽，有两张，一定有他们的啦。袁冰啊，哎，没有哎，怎么会这样？你是奶哥，我是袁冰，我是玄冰，玄冰也有可能，玄冰或袁冰，太厉害了吧？玄冰哎，玄冰有可能，换玄冰，玄冰送玄冰，上华都没有，再上华，加油加油，那我要是天池。还是你要不要叫个恩看看？对，恩吗？因为确认一下是不是是不是冰啊？对啊，确定是冰。恩恩恩，对，恩呐，闪电恩，闪电恩恩，啊，闪电恩，闪电恩有没有？那个冰是闪电恩，是冰是冰是那个冰，有有的有两道闪电，玄冰时间够吗？时间够吗？不用担心。冰或玄冰，时间有够吗？都在我们这边，都在你这边。蔡振华这个门一开，哇，全开了。来换，徐楠奶童。他们会不会是？会不会是因为二声还没出来？他们会不会是皮衣啊？也没有。为什么叫皮衣？皮衣就是皮衣啊！你怎么猜的？因为二声还没出来。怎么猜的？皮衣那个。加油。他这个可能是会不会就猜别字好不好？姑姑，你说这中间哪一个？姑姑，姑姑，姑姑吗？姑姑。哎，我以为这个，我以为这道这一关会很简单。有可能是姑姑哎。来，我姑姑啊，杀杀吗？杀杀还杀？杀了，决定杀了。来杀谁？好不好？杀那个不可能的姑姑啊！姑姑，姑姑，姑姑，我是姑姑。杀徐伟莹，姑姑杀了没有？杀到了吗？没有没有。没杀到。没有，这边，我们先去做，我们先去做。来来，哥，不行不行，我们还在确定，我们会确定，有可能是玄冰或者是玄冰，有两种，我觉得是，因为不够。你在凌虐我吗？没有，你在凌迟我吗？不确定的，不确定的，不确定的。那不然这样子啊，不然我知道，让奶哥选，我们开个盘，是玄冰还是玄冰？现在请选择，好，然后我们结束再公布。让奶哥叫要不要？让奶哥自己决定。奶哥你自己觉得，你觉得是玄冰还是玄冰？我干嘛？我干嘛？哪有这样子的啦？来，你们要训练是玄冰。我是玄冰的，我觉得比较正式啊，我们叫西啦。啊，如果没有就空包蛋，对对，好不好？对，叫西啊，西，有没有？嘻嘻嘻，有哎，玄冰，跳得好，我像玄冰，跳得妙，那边吧，跳得妙，哎呀，干嘛？嘻嘻，不是这，嘻嘻，还有没有？他第一个，他是第一个是二声啊，该不会是哎，真的是玄冰吗？是吗？是哪一个了？玄冰，这么加，
来换，来你们。什么香？什么？谢杰林。谢兰兰。香。谢兰兰。有可能是修。谢兰兰。哦。叫一个安吗？下面。安叫过了。安。安吗？什么香哦？到底要叫什么？安吗？安。好了，安安安安。要水安哦。金马波安，金马波安。安。有没有？金马波安。公包蛋会很脏啊，公包蛋。没有啊，好可惜。徐伟莹，我们要，其实我们有答案，但我们想说，不要先不要让你干，先不要，你不要来了，你不再杀我们，我就不让你杀了。杀一杀，找兰兰他们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猜到他们有可能。兰兰要出来，对，没有，我们先杀了一个，后面他们在里面。不要这样。杀杀谁？最像玄彬的奶哥，哦，最像玄彬的奶哥，光光了，看光光，然后玄彬啊，一定啊，拜我而已，来，拜我，玄彬得主，玄彬得国主啊，玄彬啊，玄彬，好，不要吵。玄彬杀到没有？玄彬，杀到啦！看看，来杀牌给隔壁，来，马里奥，杀他，杀杀谁？行星，来给我，应该是行星。杀行星，天池二人组，行星，杀到没有？好像有，没杀到。本来如果他们要杀掉你们的话，我们就直接杀他了，所以我们可以慢慢凝虐，慢慢杀，对，慢慢杀。来，天池没有杀到，得得没有啊？得七啊？哦，七七也可以啦，七也可以，七也可以啦，七也可以啦，七七七七都可以，七不知道有没有啊？七七七的七，对对对，七嘛，七七七的七有没有？有没有？七，你先七七四十九天的七，当然有。你们这真的很故意的，你们真的很故意。不是有吗？真的有吗？真的有吗？真的有吗？你们不要演了，没有。这是什么？会不会？陈哥，会不会是婉清表妹？婉清，婉清，婉清表妹，婉清，泡皮菠萝配的够啊，来走，婉清，时间吧，时间吧，好，来，上面他们的上面都还没出来，要不要叫上面？嗯，叫的，先攻那个青哥他们，要不要叫恩？会吧，把他把恩还没叫出来，恩吗？太多了，劝你们不要了。没有尾巴的，劝你们没有尾巴的。嗯嗯嗯嗯嗯嗯嗯，有没有？嗯，当然有。有吗？终于钓到了，钓的非常好。心情张哎，终于钓的非常好。哎，压了一个。哎，再来是最。还有一个。还有。都在这边。没有，叫的非常好。第二位，星什么什么星哦，来小心哦，小心换第四星，小星星，张文琪哦，哎哦，还是我们要去跟老板买保险杀了啊？要不要买保险？确定是真的吗？我觉得抓了，要抓还是怎么样？三个也要叫阿宝，还有要叫妈的，我们这边看看你们没有？我们先确定后面，先跑后面，好，后面已经过了，后面解决掉，不是中间已经知道答案。我看你是不是什么花，好不好？好，那我们叫个阿阿，好，叫个阿阿猪阿花的阿，会不会是花呢？有没有？会就是阿花，阿阿，就叫阿花，真的假的？阿花，钓到了，阿花吗？阿花，对不对？你们就是阿花，真的假的？太好笑了，阿，不可能，还有叫阿花的。上面人配超多的，换不对，我知道。我跟你讲，你看 Ken 哥像什么？你觉得他像什么？巨星。我怎么看？另外一个歪歪的是什么？谐星。谐星。哦。是不是谐星？因为二声还没出来，而且他又在那个位置上。来，一定是他啦。对。杀。杀。给谐星。马里奥这边。那我们杀他。杀。谐星。
很像，很针对哦，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好的没有，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有顶 K 歌，是谐星吗？谐星走，谐星可以啊，二声要出来哦，来请离开，把沙牌给隔壁，去吃棒棒糖。沙牌给隔壁，好，来，请去吃棒棒糖，谢谢。好，换我们换我嘛，奶昔尾鱼，只是要一点点而已啊。我拼了蛮久，我觉得会是开花，因为好像一生的花没有，因为没有一乌鱼，所以中间很难。所以我想叫个科，科叫个科的，哎，安全买个保险，叫个科有没有？科科科笑，科科没有。换，来谢奶奶，叫个知知知，知乎者也的知知，有没有知知没有？知当然有一张啊，知摘花，不是摘花吧？摘花啦，就居然不是摘花，摘花啦！啊，不要演了啦，摘花，真的是摘花。奶哥爆料新婚之夜，奶嫂竟为了这件事伤心不已，洗衣服。好紧张哦，跑马又跑马，衣服为什么紧张？怕洗坏掉了，会染色。我跟你讲，会染色会染色。我跟我老婆结婚当天晚上，因为洗衣服吵架，隔天我们要出国，然后呢，她就在后台后阳台。后阳台，我都半天都没出来，后来我就看她，哎呦，她在哭啊，她在哭。我说干嘛？什么事情？是不是很紧张？一排冲冲冲！来，谢奶奶，叫个知知知，没知乎者也的知知，有没有知知没有？知当然有一张啊，知摘花，不是摘花吧？摘花，就居然摘花，摘花啦！啊，不要演了啦！摘花。取灭王啊！真的是摘花哎，摘花哎，摘花！怎么会冲冲？你先杀了吧，我们先杀了吧。要先杀短裙还是杀摘花？杀摘花，来杀！牌子给我，杀了吧。好，你们不再确定一下吗？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觉得，因为再下去，因为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有可能是周花，就是那种每一周的那个周花，周花。你先杀短裙比较安全，你先杀短裙，短裙安全。好，我们再看看。好，我们这个从我成人队从来没有这么，哦，那先杀谁呢？这个还选择呢，还选择呢？杀谢奶奶对不对？对对对，杀什么？短裙，短裙，短裙，杀到没有？啊，杀到了，恭喜，短裙，来杀牌给隔壁。应该是摘花，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可以。你去吃糖，快叫哥，哥哥，叫哥，哥叫怎么样？一定有啊！哥哥你来啦，哥哥，就在这时候来的，配的根本就没有东西配，哥哥，没别的啦。没了。等一下，这个制作单位是不是有针对我？对啊，这个我们两个，这个是有针对我。有吧？有，这个有在针对你们两个，不是针对你。不要这样想，针对你们两个。来，对，我跟你讲，好了，我们这样吧，没有，我们要先，我们要先换我们，哎，你们不要，我们不要，我们确认，不是你们，你们确认。那如果不是他们没有下去的话，等一下我再，他在，对，我们直接跟他们答案嘛。OK， 好，那我们先是交嘛，交嘛，叫哀啦，叫哀。哎呀，是不是宅？你过的 I am， 你有的 I am， 哎有没有？那我知道了。哎，有一张啊，哎，对了嘛，对了嘛，哎，我要杀，我要杀，他们杀，我要杀凯欣他们，你看出来了，你看曙光。对，给我。冬瓜，杀，他们冬瓜，冬瓜。你刚刚两个都是冬瓜。你刚刚不应该猜说这是不是很针对什么？因为我想说也差不多快裸体了啦。对了，矮冬瓜，矮冬瓜，对，都。哎，对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哎，矮冬瓜，不一定矮啊，长龟，哎，宝贝，对。冬瓜，真没礼貌。哎，冬瓜也有长的，杀他们个冬瓜，杀了没有？两位。可爱的冬瓜，对啊，陈哥才是冬瓜的大冬瓜，哇，
陈哥，你去开直播。陈哥，我支持你开直播。开起来了，哪有这样子的？哭，我支持。收视率要变不好，我真的心过意不去了。叫你大冬瓜，欢迎你们。我们本来想要再叫一下，但是没得叫了，我们只能叫杀。要杀什么？嚣张。啊，你怎么弄出来？要杀嚣张。他们是嚣张。啊，你是叫根根啊？我们怎么叫？他们是肉松吗？哇，肉松是吗？我们是吗？他们是肉，为什么？怎么猜的？有冬瓜就配肉松啊，那边留下来的字可能没得配了吧？对啊，肉松也有可能啊。你杀他们的是筛花，那我们杀的肉松，杀肉松先看是不是肉松，是肉松吗？肉松啦，就是要配肉松啦，好吃，还要拍拍手。然后筛花动到没有？路边的野花不要摘啊！恭喜抓到拍花，想想虽败犹荣。精彩了，我们终于2-0了。很棒啊，好，把自己很嗨，很嗨，打票绝对。录这个单元到现在，我最上次的一集。你奶奶很少被直播了，脱光了，很少。今年是陈哥第二次直播，今年呢？对，今天我们的题目比较难，不是，比较简单，短时间呢？我们不要再离了，我们抽。七张里面有两张鬼牌，两个人，两个鬼牌啊。抽了以后先不要看。现在骆驼要不要换？他不会，他不换的。跟他蔡尚华一定，我们不换就开牌，好不好？不换就开牌。陆同先，开，跟他不会，哎呦，不会。蔡尚华换，他一定中。我想要跟奶哥换，我不换。换一下啦，他不跟你换，你要不要跟谁换？确定跟我换？对了，确定啊，对。奶哥是鬼牌，你傻傻的。所以，我讲的意思说，他一定会中，就是把我的鬼牌换过来。不可以换第二次啊！可以吧？不可以换第二次，不能换。等一下，蔡少华，等一下开，来，马里奥，你开，我开了，开了，鬼牌，哇！有，那机会就很大了，高高了，谢谢你换，谢谢你换不换？我觉得杰林好像会中，这样会不会中？你猜，我觉得杰林好像会中，会吧？那你不会中，你看，我不会中吗？你看。你是会这样，他就没了，你不会中啊？你要不要换？我手超臭的，我刚刚自己抽。我跟你说，上次他说我不会中，我马上中。我觉得他，那我要不要换？看你换，换，你不要犯贱。奶奶，等一下吃便当的时候慢慢开直播就好。不会了，一定要在吃便当的时候啊。忍不下去。便当就来，便当就来了。那我要开了。你要不要换？要不要换？我，你说我不中对？不会不会。那我要开了。相信我啦。就是你。相信我啦。不是我。来来来，我厉害的，有点不错。哎，照顺序开，一二三呢？哎，上华，你我跟你讲，我很厉害的啦。你会不会刚刚？你们四个有两个中了。我跟你讲，我本来没有中的，我本来有的，快换给他。对啊，我觉得他本来有中哎。好，现在谢杰林换不换？看，我觉得杰林好像会中，我觉得二分之一哎。对，我觉得你看起来会中哎。就是你们两个，只要他说换，别人不可以拒绝哦。才不要嘞！没有，说换的不能拒绝。来，你谢杰林不换，来他不会中，吴宇轩换不换？你可以换啊，我不会中，你可以换啊。信哪个？看你信不信呢？信我者恒有，得永生。好，我就来得永生。六分四，好了，这三个要取两，照顺序开。这三个有两个。我跟你讲啊，讲真的，我真的很厉害。好可怕，
我讲除了直觉，这种直觉，对吗？十次有八次。你是不是眼睛有戴那个？因为我觉得你们对，所以透视。我说你一定会中，来，你先开了。我觉得你本来没有换到上上啊，就他们两个，就他们两个。哎呦，你相不相信？我觉得我也觉得杰林有。有没有可能是刚才鬼牌换鬼牌了？我们三个，来，一、二、三。一、二、三。我跟你说他一定中，就要换掉了。我故意这样讲啊！你自己也中。我一开始没有，我一开始他中啊，就换过来的。啊，你换过来就变你中了。换换了，我曾经这样讲啊。啊，还有一次，接着再换一次。要打，还有拍啊，打拍打拍啊，打拍有拍有拍有。你是左边，左边，好厉害！要左手，右手，你要选，你选，你选，右手。你要，你有说这边吗？因为这左手，这左手啊。啊，要这样子啊。对对对，下巴要靠这里。可是哪一个左撇子？啊，你左撇子。我用右手玩，让他。哦。哇，好 man 啊！帅帅帅！哥，你就不要按，哪个这样会死？你错了，我跟你讲，我一定听你的。你就不要。奶哥，你用左脚，可以让我好好的左脚让他不要吵我，让我专心的挤，好不好？哎，你是先要抱头啊？这会太重。哎，就带了点私人恩怨哈。你是先要抱头？你若不爽，我可以直接讲。开直播，开直播。不要再不要不要再开直播了。开直播很累。要看谁跳得快啊！奶哥，你不要。这里，哎，刚才过来了，别输，没关系，不要不要擦，直接来，不要擦，直接来了，对，不要擦，为什么？睫毛上面有哎，对，来一来句，手放奶哥两个一起玩一次，我上次就是一直敲一敲，一直过来。你跟奶哥，你跟奶哥，你跟奶哥，不要让了，不让了。好好玩，集中一点，集中一点。我们玩到八点。都不用吃了，来准备，要不要再高一点？预备 ，Start！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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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两次，两次，两次啊！两次，左右都要，左右都要，左右都要，要玩多久？来来来，我没有左右，来，我没有左右。多一点，多一点，我们这到底是什么单元？那我们加多多玩这个叫高下，一叫高下，拖那么久，玩这个就好了。一叫高下砸派机。我要去吃饭了。再次恭喜陈队获胜。谢谢。干什么？我们好好的休息，上个厕所，待会再回到最荒谬的天才秋。为什么？为什么？
第三天感觉很好，感觉真好，感觉是不是？感觉对了就要出发，冲冲冲，那感觉太好了，真的，有没有？让我们一生的细胞都能够唤醒起来，我唤，哎呦 ，Oh my God， 啊，嘎嘎嘎在一起十年不是白在一起的，真的真的。来，你讲在对人事物的感觉，你讲个比较，你讲个比较少听到，大家都讲的太深奥太浅。你要讲加油，对，讲特对一个人事物的感觉，你形容一下，对不对？比较特别的形容，对。嗯，你渐渐的，渐渐。可以吗？可以吗？是文雅一点，文雅一点嘛，不能讲是不是？没有，那如果看你的词是怎么接嘛，对，对不对？这把剑，好剑，好剑可以，不能讲最剑，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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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有，这是一把好剑，会说这一把很剑。要讲感觉啊，我们是名词、动词加名词的。哦，我知道你们刚问我的，好内敛哦。哎，懂了懂了，内敛，现在才知道。好嫩，对不对？对对，好娇嫩哦，不行，好不行，不行，好舒服。他出来那个题目好艰深哦，艰深，好坚强，好悠哉哦。阿 Ken 今天怎么有空？有啊，我就是一路要来宣传，他又是新剧，对，而且他又是，而且他很像主持群哎，对，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欢迎说，他说感觉真好，哦，你知道我们宣发团队说今天他们今天要来跟着一起来录影嘛？宣发团队是非常想要看到两位的这个天才冲冲冲，他说这是经典中的经典，他们根本没有在管宣传这件事，他们在看偶像的。有什么呀？感觉 tempo 有什么呀？金钟奖都没有我们的，这对不对？收视率那么好了，主持阵容那么强了，来宾阵容那么好，对，没有，怎么会没有？不是因为好的都被你们拿走了，已经很好了，是。就是我们不在乎这个就对了。哎，那应该是你自己说的吧？我是真的不在乎啊。我们在乎，真的。那你们去啊。我们还没拿，我们就还没有，还没先入围。就是你们拖累了嘛。因为我们四个有入围过，他们两个奖就都没有。真的？什么？回去半夜发文，半夜回去发文。你不要哭哦，要回去直播，直播，不要开直播，好不好？找另外一个一起直播，你们一起哭，一起哭，一起哭。各位无聊，各位，等一下，各位说哪个奖的？说哪个又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准备开直播。不行了，不行了。可以连播，现在可以连播。可以了，可以了。好了，来，天猫王可以得到什么奖品？多更年。多更年，多更年，年什么？多更年。不好意思，好，这个意思。来，天猫王可以得到的奖品是多功能调理养生机。来，各派三个人。啊，来来来，感觉天宝，感觉好不好？感觉，感觉，谁说你先？有吗？这个，点心点心，怎么样？按完过吗？没有按过啊。你们有？没有？没有？看一下，没有？看一下。我拿下来。按过。黄灯，黄灯杯，黄灯杯。好，那好不好？两个人，这个是好。我们三个人先前面，先前面，前面。你是刚刚玩那个吗？你今天有点迟缓。我今天有点迟缓。迟缓。淹水，我都。你家淹水？淹水，他们家淹水。他们家有十趴了，楼上家里淹水，我看人，我看人很准，有心事，有心事。他放心，待会我就处理好了，我越来越往前。我现在毛巾都不好，对，哎，来来来，对你们三位啊，来，就位，对。感觉 tempo 来，你要用一到两个字，所有的是好难哦，好辛苦哦，一到两，而且一定要难过，一定要哦，一定要快，一定要好什么哦，对啊，好一定要好什么哦，就是填充啦，填字题啦，填一个或填两个，把你的感受一到两个字表现出来啊，好啊，准备好了。
来准备感觉 tempo ready go， 阿奇，你听我这样说，考驾照好难哦，照胃镜好痛苦哦，考试好累。我可以用丑一吧，我拦不到是。你不是丑，不是丑，是丑。丑一，你要不要先回去处理一下？我对你有心思，你要一心不能两用。你怕家里烟水？从头照顾我这么久，家里烟水又算什么？哎呦，哇！对的，这丑还是要用掉。好了，就给你丑一啊，好，好不好？丑一，丑一。马力要准备，来，感觉 tempo ready go。啊，请你听我这样说，擦乳液好滑哦，割包皮好简单哦，弹钢琴好容易哦，溜冰好冷哦，拿金钟好难哦，照大肠镜好痛苦哦，弹吉他好痛哦，啊，割双眼皮，嗯，好深哦。动手术，好痛苦哦。啊，是这样，痛苦什么？有吗？谁刚刚讲错了？大肠镜，大肠镜啊，多一点。哎呀，哈哈哈，看看你，又输了。蔡尚华不想，不想，我上。啊，来了，来了。王牌，王牌，黄正辉，黄正辉，小心哦！我一下就挂了，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小心，耳朵打开来。好，徐奶奶准备，感觉 tempo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写论文，好精深哦。就这样，我也没讲什么话，一下子秒，我想说好好表现一下就秒杀了，不行了。捐精子。好舒服哦！这边只有我捐过精子，我捐过。好惬意哦，拜拜。你有给我？没有。来，你怎么讲一下？当下是什么感觉？我跟你讲一下，他刚刚想说他有捐过精子，我有给我。感觉 tempo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写论文好精深哦，清鸡粪，怎么样？清鸡清鸡赛清鸡粪啊，清鸡粪，清鸡粪呐，哇塞！还是什么？清鸡粪，清鸡粪是什么？你说清猪粪可能简单一点，对，清鸡粪，我听起来像地名，好难哦。我也没讲什么话，一下子秒，我想说好好表现一下就秒杀了，这不行啊。清鸡粪，你待会又秒杀哎，清猪粪哦。我们统一啦，统一啦，清狗，清鸡粪很难。阿天来，天哪，我小孩，有点太高了。在哪个后面？抬起来了啦！我小孩，接下来就猪粪、牛粪，不要紧张，真的吗？我也变不了什么大花样。好，阿天准备，感觉 tempo ready go。阿奇，你听我这样说，打撞球，好准哦，清猪粪，好难哦，割盲肠。好痛哦，拍戏，好累哦，剪指甲，好痛哦，射飞镖，好痛过了，痛过了，这个节目要全神贯注啊！他前面才一个，他隔一个。妹妹，我现在听到哎。哎呀，因为我跟你讲哦，这种很基本的词少用，什么很难过啦，好辛苦。哦，啊，
太浅了，太难呢，太浅，因为这两个了。朱伟宇，你来好不好？来了，高手来了，高手来了，高手高手，你难他。两个老老老老老高手，老前辈，老前辈加老，制服哪个？制服哪个？老前辈，两个老抱着吧，抱歉，前辈，有老前辈。把平均年龄层都拉高了。徐伟宇，加油加油加油！你要冷静啊，把他们弄掉啊！啊，弄掉！感觉 tempo ready go， 啊，请你听我这样说。看韩剧，好浪漫哦。看美剧，好痛苦哦。强，好坏哦。上厕所，好急哦。割阑尾，好痛哦！送玫瑰花，好香哦！哇，晚肠，好痛苦哦！痛苦，我知道，因为他哦，对，我讲，糟糕，加油啊！我先上，还上嘴角哎，哇 ，Oh my god， 后面你上蛋的，哎呦，哦，三个老的，没有办法，哎呦，三个老的，太老的，三个老，你们三个老的，我们是年轻人，不入肉哎，而且我们这边很多前面没头发，松竹梅，松竹梅，我们从染了那边，我们是年轻人，哪有？是从马哥这边过去，我们两个是。我算中生代。好的，中生代吧。你算中生代，那我小鲜肉啦。你中生代？对。怎么没有？怎么回事？你是超龄代啦。好的，可以的。好，好，好，来。来哦，来哦，陈哥接哦。陈杰，感觉 tempo ready go。啊，请你听我这样说。买股票，好难哦。过淡水河，好快哦。清肠，好爽哦。好顺。下课，好开心哦。拜月老，好灵验哦。弹钢琴，好好听哦。装支架，好难哦。过淡水，难点。讲过，你第一次讲到才是基隆河啊，你也重复了。啊，你淡水河也重复了。你刚刚 T-Rock 完了，我就觉得我南洋讲过了。对，然后你淡水河也讲过，你南也讲过了，淡水河也讲过。不是，因为南已经讲过，所以淡水，所以他吓到。不重播，吓到。好难哦，年纪大，这次来，这次来，这次来，这次啊。年纪大，哎，下次是你，糟糕了啦！家里漏水漏出来，有心思啊，家里漏水，对啊，对啊，应该不算啦。不好意思，我带我爸走一下。不是在这个位置，真的你快没有人哎。对啊，有了，有师妹，师妹加油，可以可以，师妹用完了，师妹，可以啦，师妹加油。师妹加油！师妹不是这个单元。感觉 tempo， 师妹准备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老板，老板，打架！好，我来。为什么？为什么？有心事，你不要回吗？不要再争了，有心事的是我。感觉 tempo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嘿，烤面包，好香哦。脱衣服，好爽哦。红杏出墙，好可恶哦。剪头发，好凉快哦。开公车，好累哦。用摄影机，好酸哦。捐血，好幸福哦。脱鞋子，好臭哦。捐精子，好舒服哦。好舒服，
梯子，我捐过，捐过，我第二胎用做的，对，我捐过，有时候我没有做，没有做，那不是那个情绪的压力啊，几点要交啊，赶快弄，赶快弄，不用压力，给人家，然后还回来加个油，很麻烦，不舒服。他会先给你看什么吗？没有，自己看，自己看，自己看，自己想象。哎，这个不行，不要表演，我捐过，全场只有我捐过。我最能感同身受，所以外面会有一个人长得没有外面，我在家里自己弄，自己看。好了啦，不要解释了。哎呀，你在兴奋什么？不是，你怎么会讲捐精子？捐他捐血，我不能捐精子。可以可以可以捐啊！红杏出墙，有一个匣子啊。红杏出墙，他怎么没有动词？你叫红杏出墙没有动词，那叫红杏出墙。红杏出墙啊！红杏出墙是动词啊？出墙啊？出墙是。嗯哦哦，要动词啊，瑕疵，不要这样。这是谁出的？哪个？哪个？哪个？红杏出墙，瑕疵，瑕疵。哦，那你没有死。那我没有死，因为你有瑕疵。没问题，没问题。OK OK， 准备，感觉 tempo ready go。啊，请你听我这样说，搭帐篷，好快哦，拍戏，好快乐哦。啊！结扎，好痛哦！拆布景，好酸哦！打球，好快乐哦！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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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过！谁说他很强的？前面有没有人有瑕疵？快乐，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没有，没有，唯一的瑕疵就是我们家漏水。他家有瑕疵，有心思，我们家漏水。哇，你们这一对，天哪，像水饺一样哎！加油，还有两个，还有三个，还有三个，还有三个，加油啊！补一个啊，我吗？谢谢你，我们还有三个，加油加油！现在就开始自己弄自己了，看看自己弄自己，对不对？谢杰林准备，感觉 demo， 美丽，这个我懂。啊，请你听我这样说，拔牙，好爽啊！拍戏，好辛苦哦，泼硫酸，好痛哦，玩手机，好好玩哦，开救护车，好远哦，剃光头，好糗哦，割包皮，好惬意哦。拜拜，割包皮，割包皮，割包皮，拍完之后一了百了的，然后就会很惬意的躺在那边割。你有割过包皮？没有。来，你等我讲一下，当下是什么感觉？我跟你讲一下，他刚刚像说他有捐过精子，我有割过包皮。什么感觉？好厉害，我不能惬意，我是去做结扎的，哦，很酥麻，然后。什么感觉？我跟你讲，结扎是什么感觉？应该，我想割包皮不用全身麻醉，它只要局部麻醉就可以了。是哦，是吗？只要局部麻醉就可以。它应该是可以选择的啦。对啊，我没割过。怎么样都不会是惬意。我没割过。那你就说，你就不然就一定很痛啊？只要是割的东西，可以原谅吗？好兴奋，不能，不行啊，好兴奋吗？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人多，我们人多不要怕，人多了，人多了。完蛋了！完蛋了！来，蔡尚华，你若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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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你们若彤姐，这个位置很恐怖。墙，哎呦，脱了，你出题，出题，出题一点呐！又墙，又红线出墙了，正面一点好吗？我用红杏出墙，气死我！我捐精啊！我在你后面，我很心情受创。我要开直播。我要泼硫酸。这红杏出墙。我禁言一天的二十几年。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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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乐的节目，为什么一直鼓励我捐精子？来来来，若彤准备，感觉 tempo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拍吻戏，好浪漫哦，拍戏，好辛苦哦，照顾独居老人，好累哦，打灯，好艰难哦，
种草莓，好害羞哦。过情人节，好浪漫哦。浪漫的没有啊，我没有啊，有第一个就浪漫，艾文熙，我是听到有这个我才出这个的，好吧，你辛苦了，锁定，很棒，你很棒了啊，我刚刚来，我刚刚出飘飘飘美，飘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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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尚华，自己的讲的什么好厉害，蔡尚华，你们也没有了吧？一个一个会走啦，蔡尚华准备。感觉 tempo ready go， 啊，请你听我这样说，吹头发，好快速哦，开车，好急速哦，刹车，好紧哦，开快车，好害怕哦，玩大象，好好玩哦，上法院，好紧张哦，跑百米。好迅速哦！哇，跑步，好疲劳哦！回家，好轻松哦！跑马，好准哦！擦地板，跑马为什么？跑马，跑马，跑马是什么？马拉松吗？跑马，那个叫赛马，那个赛马跑赛是比赛。跑马就是去就是骑，有一个动词是跑，跑马对啊，骑马对，那后窜可以啊。在哪个后面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哪个很深？跑马，因为我很正面啊，没有照顾独居老人啊，照顾独居老人，跑马，奶奶他们查不到跑马这个词，没有跑马，跑马是口，那可能是口语啊，我们口语，我以为是广东话，所以我说我才说那个，原谅你，原谅你，好不好？好，先等一下，是你。是我的错。阿天准备，我先。感觉 demo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敷面膜，好舒服哦。下班，好开心哦。上立法院，好紧张哦。拆包裹，好愉悦哦。戴高帽，好痛苦哦。洗衣服。好紧张哦，跑马又跑马，我为什么要一直跑？因为你平时会跑马，跑马，衣服为什么会紧张？衣服，衣服，为什么呀？洗坏掉，衣服为什么会紧张？怕洗坏掉，会染色。我跟你讲，会染色，会染色。我跟我老婆结婚当天晚上，因为洗衣服吵架，隔天我们要出国，然后呢？他就在后台后阳台，后阳台，我都半天都没出来。后来我就看他，哎呦，他在哭啊，他在哭。我说干嘛？什么事情？我不会用洗衣机，是不是很紧张？哦，原来有这么一段过去，你们不了解，不了，要剪掉。哇，好嘛。来这边跑嘛，来，徐飞飞来这边跑嘛，徐飞飞，来，骆驼，我要去哪？阿 Ken 来这边，撑住哦，我可以，我好，我尽量，哎呦，顺位往下，阿 Ken 准备，加油，加油，我感觉 tempo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搭捷运，好快哦，烤玉米，好香哦，吃玉米。好 Q 弹哦，戴绿帽，好衰哦，喷香水，好愉悦哦，戴高帽，戴高帽，好爽哦，偷人，好不应该哦，开不应该啦，不应该，真的是不应该，不应该。一到两个字，那他这应该怎么回？哦，好应该哦。对，好应该。好不，好糟糕哦。好糟糕哦。好坏哦。好罪恶。好不安哦。好罪恶哦。好罪恶。好期待哦。好刺激哦。好刺激哦。对不对？好。2-2。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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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哎呦，哎呦，哎呀，很细很细哦，来顺位往下，来准备，感觉 tempo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做蛋糕，好开心哦，戴泳帽，好紧哦，穿袜子，好愉悦哦。什么了？心虚？怎么了？好愉悦，可以啊。一直愉悦下来就一直愉悦下去啊。然后穿袜子愉悦很好啊。对啊，愉悦啊。尤其穿丝袜，还有那种丝袜很愉悦啊。一时这个拍子辣拍了以后，突然觉得有点不安。啊。海星加油！海星，顺位往下，阿 Ken 准备，感觉天猛 ，Ready Go！ 啊，请你听我这样说：泡温泉，好舒服哦；洗澡，好香哦；倒垃圾，好累人哦；泡冷泉，好冷哦；开垃圾车，好臭哦；弹钢琴。好艰难哦，拜观音。好准哦，做捷运。好快！好准哦，做捷运。好准，怎么讲？不行，不太准。我来太久了，我讲错什么？没有看过。他不晓得，他不晓得。我记忆占领，因为没有过过捷运呢，他不是有人接送。百亿的，开玩笑，分手了，分手了，最近说分手了，关心一下，真的，分手，最近说分手了，真的假的？有啦，你真的吗？真的真的，分手了，这没有坐过捷运，我有啦，我们有啦，真的，我等下坐捷运回家，因为他分手了，直播直播坐捷运回家，直播直播，我等下直播坐捷运，好不好？好，哎呦，顺位往下，来来准备，完蛋了。你们俩可以得到养生机啊，养生机啊，多功能调理养生机啊。好，来，懒懒准备，感觉天宝 ，Ready Go！ 请你听我这样说：刷睫毛，好难哦。拜观音，好准哦。上厕所，好痛哦。拜月老。好不灵哦，开车，好艰难哦，拜关公，就知道他会。拜关公，你要不要相信你自己？你要不要相信你自己啊？好迷信呢，因为他什么都拜了，因为我都想个系列，我就不用一直想我要干嘛。可以这样子哦，他可以真的，他可以一路拜十八王公啊，一十八。我那我你不要那么气，八仙过海不要那么气，八仙过一路拜，不要那么气，谁管你我谁管你，你别管，拜拜拜女斗拜，拜不完了哪个？这就是你，我讲他如果拜观音，你在拜关公，他对呀，你在拜关公，跟我随他习，就下一次来你就知道了。你那土地公还没讲，他土地公、地地主都还没有土地公。我后面有十位神明呢。真的吗？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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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拿着拿着，还有哦，然后还有一个都没出来。算了，不敢了，来怕就好了。黑魔王颁奖多功能调理养生机。